好，下面上场的也是一位中国的年轻的女单选手许冰书，今年只有17岁，来自于吉林省冰上中心。在世界青少年大奖赛上，她是第3名获得者。省冰上中心的许冰书表演结束。许冰书今天这套短节目表现得非常出色，这名小将在短节目